2018国庆焰火在花莲，落雁起火，高空弹无法升空。太阳照耀着花莲，每一个人都是太阳的孩子，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中发光发热。缤纷双十璀璨花莲，国庆双十焰火首度移师花莲。38,068焰火弹，全长步弹正面长达1300公尺，是历年之最。只是长达36分钟的焰火秀，状况频传。刚才着火，落焰造成板车防水帆布燃烧，烧到讯号线，导致部分焰火弹未升空。它越来越危险了。落焰造成高空弹无法升空，24寸的焰火弹也引爆不完整。历年之最的国庆焰火，美中不足。突发中心华联报道。